被骗的最惨的男人。咱们佳音是这个国庆被骗的最惨的男人啊，两个最惨男人聊一聊吧。各位老师们，陈博导演，你们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电影的首映礼，我说我在这样观影的模式，啊，这种模式是第一次。然后我看大家我资料该说什么，这个电影太好看了。然后感谢何伟哥邀请我过来，哥你在里面太坏，你就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别紧张，好好说。对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电影非常好看，然后也引人深思。然后其实看到的看不到的有很多，我们在感受其中的一些故事和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就真的这部电影真的是部非常好的电影，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影院去观赏，谢谢大家。